蘸嘛。苦瓜鸡就是加在油里面，等你量好之后，老师再帮你加，可以吗？差不多吧。是水吗？水在这边呢、啊。它、啊、这个刚刚凉水的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那我刚刚倒回来就好了。给你机油呢？你有机油是？你们帅哥去哪？保机油。你到大家那个那个一人机呀？对 ，B 五跟长鸡蛋的。12富华乳来讲，它可以保湿，然后让头发比较有弹性，然后再加上一些比较抗头皮屑的精油，所以它可以预防掉发，然后还可以止痒，所以对他们来讲会比较适合啦，就是刚好整套的一个搭配这样子。